热烈的欢呼声跟掌声欢迎一下好不好？哎，也请千玺跟他们打个招呼好不好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易烊千玺。这样吧，跟他们说一句话吧，代表你今天的心情的一句话对他们说好不好？因为今天是白沙慈善夜嘛，然后因为自己也会有时候会关注粉丝们他们去做的慈善，然后他们会不断不断的有很多的这个项目跟行为去做出来，然后就很感谢他们，也很感谢你来支持。那如果说我们巴沙课后一小时这个公益项目你要去当一个老师的话，你会做什么老师呢？你们希望各位，你们希望千玺做什么样的老师？他们想说做我的老师就好了，是吧？我可能就陪他们玩一玩。什么？玩一玩。玩一玩。玩一玩。对。玩什么呢？玩他们的东西。玩他们的东西。就是小朋友的游戏是吗？跟他们玩在一起。捉迷藏。也可以。丢沙包。对。铅球。还有手拉手唱歌的游戏。哦。你们都想去做小朋友了吧？这个时候。其实。